这么多钱呢？这个元宝真漂亮。要摆上个大东西，它就跳啊嗷的。要小东西，它不怕的东西。是。还得往下边拿回去东西，它飞的搁就巴拉巴拉。你也看着。非得看透了是什么东西。哦。要买一个吃的喝的东西，你买什么东西放桌上，它也得扒拉一遍。是吗？它就给你捞给你看看，能吃人扒拉。